Irene， 先多谢今日嘅赞助商 iHer。估唔到 iHer 都会揾我拍片，好开心啊！如果大家系对于保健品、做 gym 美容、健康食物系好有兴趣嘅话咧，相信 iHer 呢一个名字对你嚟讲都系唔陌生啦。iHer 系一个美国嘅保健品网购平台。不过除了最多人熟悉的 supplement 之外，它还有其他，例如是健康食物啊、宠物用品啊、宠物食物啊、洗头水啊、护发素啊、草本治疗等等等等，很多的产品都可以供你去买购。今天这条片呢，将会和大家开箱十样我买了的健康食物。当然一定要有东西吃，是不是？还有护肤品和 supplement。咁大家如果都有興趣喺我介紹嘅 item 嘅話咧，咁我會將 link 擺喺下面噶，咁你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而今次所有嘅產品咧，其實都係盲測嘅，因為係我第一次使用呢一個平台，同埋第一次試食同埋試用呢啲用品同埋食物啦。好，事不宜遲，快啲嚟睇下買咗啲咩 ，Let's go！ 第一樣呢、這個 Whipped Cheese Crisps。咁呢一個咧，我都係見到上網咧有超多其他嘅 YouTuber 推薦咧，我係勁心動咯。同埋個重點係咩啊？就係佢嘅 carbohydrate per serving 170g 只係 1g。哇！咁即係點食都仲可以係低糖。不過當然你都係唔可以太誇張嘅，因為都會喉嚨痛。依家即刻嚟聞下先。哇！佢個 cheddar cheese 嘅味係超香咯～一塊大約是咁大塊啦，好好味啊！佢真係好濃郁，芝士嘅嗰陣味夠香，食落口少少鹹同埋極脆，食翻薯片咁一路睇戲一路食就正啦，係咪先？第二個 Leaflo。格蘭諾拉麥片 Keto Friendly 的 Cinnamon Almond Pecan Granola 啦，很聚手的，然後很大包，它是 Gluten Free 和 Grain Free 的啦。哇，它有一陣很香的淡淡的清香，那陣肉桂的味道是很出咯。不是味啊，它是一粒粒一包的，你去看看。可以是加落 milk 啊，或者是 yogurt 啊，或者是 salad 咁嗰度食，或者 top up ice cream 啦，就咁食都系好开心咯。第三样 superfood 奇亚籽，呢一个系 iHerb 嘅自主品牌 California Go Nutrition 嘅奇亚籽嚟嘅，超多啊，超大包啊！一包咁真係食到有幾多次啊？起碼食到十幾二十次。其實我喺好細個咧已經知咧，佢係食完之後咧係會對腸道暢通超會有幫助，因為佢有勁多纖維啦。咁基本上咧都係可以加喺任何食物入面同佢撈埋一齊食。即係佢係一粒粒之後加水之後咧會發大，有啲毛毛咁樣嘅形狀樣子。我本身都是非常之暢通，唔緊要啦。既然它是一個健康的食物，咁我都是非常之想重拾下食呢個奇亞籽的習慣。第四樣有機初榨椰子油，呢一隻 coconut oil organic coconut oil 咧，我真係一直咧都係好想揾到一個即係比較性價比高嘅 coconut oil 嚟買啦。即係無論你係攞嚟明火煮嘢食又好，即係當佢嚟咗一個普通花生油啊或者橄欖油嘅 replacement 啦，因為會健康啲啊嘛。呢一種椰子油咧係可以搽喺頭髮或者皮膚上面，因為佢真係一個超級有營養嘅有機 superfood 啦，咁對我嚟講，覺得佢真係一個天然嘅補品，我自己好中意，所以同大家推介一下。第五樣維他命 D， 呢一隻都仍然係 iHerb 自主品牌 California Go Nutrition 嘅一盎維他命 D， 一盎仔咧有90粒。咁其實我個人咧係從來未食過 supplement 嘅，而今次叫做一個初嘗 supplement 嘅機會咧，咁我就揀咗呢一隻維他命 D3 咧，即係補骨啦，同埋補牙啦，咁就試下一日一粒食下咯。有時候都不得不認初老嘅。第六樣
Nature's Gate 生物维生素竹纤洗头水，我特别揀咗咧系要 for thin hair 啦，即系就嚟光头嘅人士咧，唔知啊，我就即系买咗呢一种嚟用。Again 可能都系因为初老啦，真系要用下呢啲小补品咁样去，唉，护肤又好，护发又好啦，唉。Prescribed Skin Toner 呢一隻咧，闻起上嚟咧，佢有淡淡嘅柠檬香味啦。咁系一个维他命 C 嘅 toner 嚟噶，同埋试落咧，佢就一啲都唔立嘅。挤出嚟之后即刻用，其实都好舒服。第八样 Secret Key 身体 Peeling Gel 呢个系韩国牌子嚟，我觉得佢有少少香。然后这一只呢是即是都是普普通通的买来就是为了在冲凉的时候捽下啲旧龟啊啲老泥啊啲屎啊捽下出来。起码有这个即是粒粒去帮我 remove 嗰啲屎出来。第九样 ,Matte Hippie, 维他命 C Serum。咁呢佢是可以用喺面上面啦，或者你颈啊皮肤啦，咁我一直咧都系揾紧一个好嘅 serum 去买嚟搽啦，因为 again， 唉，都系想上镜嘅时候份面可能可以 V 少少啊，靓少少啊，咁就揾紧一个好用嘅牌子啦。咁呢一个咧就想今次试下啦，咁就系用喺你平时夜晚洗完面，咁可能用完啱啱嗰个 toner 之后咧，就可以捽呢个上面嗰度啦。希望用完之后咧，有呢个容光焕发，变成超靓女嘅一个功效啦。第十样呢、這个唔系叫 Azelaic Age Revining Activated Charcoal and Clay Mask。通常咧一个礼拜我会用一至两次啦，咁系负责做 deep cleansing 嘅功能啦。Clay mask 咁亦都系相信男女都系用得嘅，有时候我就会捉埋阿伯一齐去用咯。Review 就话呢一只好嘅好处咧，就系佢依然都系非常之 moisturize， 同埋用嘅时候咧系唔会太干，咁所以我就买嚟试下啦。好，呢条片就到呢度啦。咁头先就同大家介绍咗一个十样有食得有唔食得嘅产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 iHerb 嗰度买噶。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